将跟三位男嘉宾一起两两搭档。葱花我就会凋谢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人很奇葩哎，有酒味儿。这个是豆腐乳哎，这是个弟弟，应该是一个很糙的男生。妹妹，让给你们吧。感兴趣。越细腻的人越让我有压力，这是有点拒绝的笑容。男生要制造点浪漫给女孩子，这有多么困难？长得帅的话啊，长得帅就 OK。我觉得人有趣也可以。我觉得他应该会弹吉他。我在想，应该是个北方的男嘉宾吧？他给我很清爽的感觉，好想见一下呀。有一个闪光点吧，反正不管是哪方面都可以，会有点乐器就觉得还挺加分的吧。啊，我喜欢男生穿黑衬衫，然后呢弹着吉他。女人、女生、女孩，她都是需要被爱的、滋养的。你下来跟你求婚。哦，那可太好了。好，到了到了。